世间天际全通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求学跟西洋人不一样。中国人求学是希望你开悟，悟了之后啊，所以一步精通了，一切都通了。中国人求这个，外国人不是的，外国人求知识，让你看得多，读得多，记得多，他靠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东西儒家都不赞成。啊，孔子所说的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那光记得多不能解决问题啊，一定要开悟啊。悟了之后生智慧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呢。啊，知识不行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些年来，在过去这个十几年当中，参加十多次这个国际和平会议，联合国召开的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，啊，几乎都是每个国家的精英，啊，讨论世界和平问题，化解冲突问题，找不到方法。这是什么？知识。啊，智慧就有办法。